迷你植物大战僵尸来袭，选植物好呢，还是选僵尸好呢？那还用说啊，当然选僵尸啊！僵尸不仅破坏力惊人，还有僵王博士坐镇，左手大冰球，右手大火球，多威风！妖姐居然选了又丑又笨的僵尸，难道表姐忘了植物大战僵尸是植物吗？而且植物种类繁多，根本不用怕僵尸。切，瞎逼逼懂什么？哼，要不咱俩来比划比划？来就来，谁怕谁？小妹妹现在投降还来得及，待会我的僵尸大军冲过去可不会嘴下留情哦。我可不怕你，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呀。会有给你能耐的，吓得呗，就往下。我去，你们人呢？是给我揍小表妹啊？给我个面子。这是哪里出问题呀、啊、怎么僵尸还就又下去了？我知道了，僵尸都害怕阳光，你大白天把他们召唤出来肯定死翘翘了。可恶，我就让你再嚣张一会儿，等晚上我再来。溜了溜了溜了，果然选植物是个正确的选择。趁表姐不在，我也得组建好我的植物大军了。说干就干，第一排放上寒冰锅，只要僵尸靠近就会爆炸，不光爆炸伤害高，而且还能冰冻敌人，后面再围上栅栏。有了这些，我就不信表姐还能进来。现在防御是够了，就是还差点输出，栅栏里再放点寒冰射手，主打的就是把妖邪冻成冰棍。小妹妹准备好，我可是要过来了哟。那马过来吧，我就听你投降铁臂，我就不信你能进来。哼，我这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僵尸大军。小的们给我上，支持小表妹的脑子。切，你这僵尸小弟刚过来就被我的寒冰锅冻成冰块了，就只能站在那闪灾雷的被我的寒冰射手收割。好家伙，没想到小妹妹还有这一手啊。不过我直接实行人海战术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寒冰锅能够挡住多少。我去，是低估了表姐。好在他们前面的植物给我争取到了时间，只要撑到天亮，他们就得回去了。给我冲，给我冲！马上就突破进去了。可恶，偏偏这个时候天亮了，这次算你走运，小表妹。等到下一个夜晚，你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我算顶住了表姐第一晚的进攻，下次可不能这么掉以轻心了。今晚表姐的进攻肯定更凶，我得提前做好准备。空客，我们是守不住僵尸的。我听说旁边的洞穴有冰原女巫，只要得到她的帮助，肯定能战胜僵尸。冰原女巫，我这就去。前面就是了。冰原女巫，你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带领植物战胜表姐吗？那群臭僵尸又来了吗？孩子，这个你拿去，有了它，你就能召唤更强大的植物。这样你就不怕僵尸了。你多谢女巫婆婆，我这就回去让表姐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嘿嘿，小白妹我又来了，让我看看。看来这次准备得很充分嘛，让我的僵尸大军看看强度如何。我要打十个。这次我可不怕你了，今晚放马过来吧。这次前面不仅有寒冰锅，还有寒冰草，光这些都够我的僵尸大军喝一壶了。切，不就是几根小草嘛，只要我多派出点僵尸，何愁进不去？以为这就完了嘛？就算你进来了，要面对寒冰投手，还有我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寒冰大阵，直接天降冰针让你全军覆没。来呀，来打我呀！好家伙，小妹妹你玩不起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，你给我离我远一点。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，都快看着你的僵尸大军覆没吧。宣布植物获胜，果然植物才是最强大。要是小伙伴你们来玩僵尸，能突破我的植物防线吗？